嘻嘻，我的心冷冷清清，阮思慕的人伫倒位？伫咧梦中有看见爱情闪烁的天气，梦醒也是剩家己。爱是阮幸福的名字，看袂清，听袂离，不惊风雨来闯地，缘分到雨天，嘛是用一生等待伊。爱是阮幸福的名字，离袂开，舍袂变，不知幸福的意义，甘愿了落去，等伊用一生来证明。你嫁给我好不好？那会使先订婚。啊，你确定要离开啊？我若是留下来，就要跟爸做阿做兄弟，我总袂做兄弟，互尤其失望啊。阮爸的意思是希望尤其为即马开始，莫阁唱那卡戏啊。我要甲对你甲前面唱就好，送互你。迄土娘哦，即马哦要甲你啊啦，死爱见人，死哦嘛爱看着尸体。无人死老爸。阁会当这么冷静，你是我自细汉看到大汉，我对你非常的了解。你若有耐心哦，你就继续看落去啊。就是因为安尼，你才要离开。你敢能祝福我，祝我去台北一切顺利。我会祝福你，你一定要保重哦。我有一件代志想要问你啊。什么代志啊？之前听你二兄讲，你伫唱那卡戏的时阵，有真侪人要甲你包，这敢会真实的？你敢有接受？你哪会向我问这个问题？无啦，我敢若是好奇啊尔。你对我有任何的怀疑，那咱莫做伙。Yuki， 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是嘞啦。我乃问这款奇怪的问题，我甲你回实嘞。Yuki， 无安尼啦，咱直接结婚好不？之前听你二兄讲，你伫唱那卡戏的时阵，有真侪人要甲你包，这敢会真实的？
等待啊，等待。南青，你走吧。黑的，你想要走去倒，我就去倒啊。阿姨啊！阿姨，你到哪里啊？阿姨，那我死了啦，我头拢晕了啦。你真正回来哦、喔？搁遐闭鬼闭鬼。哎，俺们是要骗土龙的。对对对，土龙知影你回来，搁会找你麻烦。阿伯，大兄弟，拢好无？阿妈才大个死哦，无靠山，哪会好啊？那呢，又起来。要结婚啊？我给妈是断点香。马萨多，真正是嘞。假如当初我答应老李是无病，我来个今天的，你就袂离开我啦。那呢，你为什么不爱老？李霞，伊就是马萨大的后生阿霞。我听阿庆姐讲过你，我若把这气着你，为什么你不了伫我百姓苦边来斗三工？我无想要做龙王。做龙王啥物唔好啊？这个世界上。拢需要人家斗相共，啊，根本就免成本啊！咱只要家斗相共，咱就钱通摕啊！每一个人有家己的想法甲理想。你想要一世人搭三轮车？当初马萨大所有人斗相共，是安怎你袂顶来听伊？来我阿爸的面前，来跟我呛声的是，当然不是，我是真心来表达我的心意。你真正认为讲哦，我阿爸看到你，真欢喜？我唔知影，啊，不过我知影，我是无险来向伊念香的。你怎来对待我，伊一定真无欢喜。你那里一句来一句去，马萨多的，敢会再安心了？那，阿姨啊，啊你今嘛有啥物怕算？我无啥物怕算啦，我是专工为马萨多转来。我知影，你这个人啊，重情重义，甲你的命同款。天大，你嘛是同款啊！讲来讲去啊，马萨大的死啊，甲咱两个啊，拢有关系啦。假使唔是安尼，我嘛袂冒险倒来啊。家己的老爸啊，向台死。啊，元秀无要报啦，我甲元秀人啊，行遐晚。庆大，你是讲阿神？我
我真正想拢无呢。我感觉这件代志哦，淡薄怪怪。要唔过我也讲袂出来，到底是倒一关。哇，莫讲啦。现在，歹势歹势，啊，莫啦。安尼哦，歹势啊，人家才报你，好你好无？志达，志达，你听我讲，志。安怎说？志达讲，以后无要交咖啡给咱啊。啊，安尼是要安怎哈？啊，我昨昏才接到一笔五十斤的米粉订单呢。无紧啦，有一间新开的吼，一直咧和我联络，啊，我拢无插人。来，一间啦。吴静良，安怎样？恁有熟识？无啊。这间是无啥大间啊，那不过这个顾先生吼，我有含伊通过贵宾仔电话，感觉这个人不只有心意啊。安尼吼。甘美熙跟阿良的同名。阿兰，哎，哦，你那一个人公斤公斤才一下送啥？工厂四个找无你，啊，原来你在这。什么代志？啊，对，你顾先生无，拄啊开一间啊，我联络好势啊，伊讲店面就要来。啊？安怎样？还是你有什么意见？无啦，无。哎，姑姐，阿妹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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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好，你先请进，走一走。好。哎，阿段，来来来，你来一个。来。这位就是我爱讲迄个顾先生啦。顾姐，我来介绍一个，伊叫做卢秀兰呐。阮工厂所有的业务吼，拢是伊咧负责的。啊，阮两个明年就要结婚啦。哦，安尼啊，陈老板，恭喜你。杜姐，杜小姐，恭喜。好，顾姐，啊，无来我遐办公室再讲，请。这样那假事啊！啊，厝里无钱啊，为什么恁阿兄会对伊遐尼痴迷啊？就凭伊救过我阿兄，救过恁阿兄。嗯，我阿兄自细汉就有黑姑。有黑姑哦。小卓，你敢把代志讲我敢详细话听？当然好啊，我甲你讲哦。阿小朱嘞，阿罗阿姨，你无代志吧？啊，是安怎啦？啊，恁今日大家拢问我有代志无？我真好啊。
是不是人无爽快？无啦，我是有淡薄仔忝嘛。尤其你跟我斗三工一下，去替我点一下今仔日爱出的花，好不？好啊。你人若是无爽快，爱跟我讲啊。喂，阿强，我不是阿强，你讲唔对啊！我知影你是阿强，我伫原本的所在等你，你知影？就是阿强，你好，你哪会踮你蒋老板身躯？头家收留我，唔难呢。拄只你嘛听着，伊讲伊准备要娶我。安尼啊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这就是你要对我讲的话。知影你我比啥物更加重。感情也是安尼，我是不是活的？对你感情才重要。你拒绝我迄天开始，咱两个人都无任何的关系啊，敢毋是？你别安尼讲，这么多年，我无一天无输人。你知道吗？我无什么听。我一直就是讲你死啊！我是死啊！我是不是啊？自从你拒绝我迄天开始。阿姨，有消息啦！起来啊，我带你来去看伊。啊，不过等下文昌应该就来跟我接吧。应该就是不确定啊。安怎？你凊彩找一个理由，就要叫我走？
阿姨在那裡。你是因父母的夢，敢不是？是啊，你過去啦，我在這裡給你看頭看面。今天阿爸走的时阵，阮倒站嘛对走。迄时我看你伫遮哭，想要甲你安慰，阿明讲唔知要安怎。迄拢是咱细汉时阵代志啊。后来恁阿母嘛走啊，算你阿生的功，伊那是厝店要斗阵的。那要去酒店上会啊？生命生哦，一个最好累累，讲遐话是要安慰人的。其实我就是顾你啊。就算讲是顾你，嘛是有好处啊。你当一个人要来就来，要走就走，不是就自由的。啊，你安尼回来，真正偷梁水利哦。命运创治啦，真正想袂到，马萨都会发生这种代志。我无等下见伊最后一面，我心内袂得过。呀。要去倒？倒来就知。今阵敢唔少忝诶？未忝啊。啊，我若真正忝哦，我著趁着即马赶快奔口去看天星。尤其我甲你讲哦，你海面上看到天星哦，比即马高出几啊倍呢，著亲像烟火共款。真诶哦。嗯。听你安尼讲，敢若足水个呢？真正足水个啊！尤其，你一切拢好无？你已经问几啊摆啊呢？啊，不过你哩无甲我讲啊。应该算好吧？应该。尤其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代志无甲我讲啊？我无啊。你伫无愿意讲哦，一定甲江文昌有关系啦。伊是不是对你无好？无啦，伊无对我无好。我嘛唔知要怎讲，啊，不过我会当确定的是，文昌是一个好人。好啦，安尼就好啦。安尼我就当放心啊。尤其你甲赵文昌结婚的时阵，我会尽量赶倒来参加的。嗯，好啊。好啦，静安吧，我先回去啦。等下啦，我感觉坐伫遮心情轻松的，搁坐一时啊。阿公，叫伊也较细腻个。我知啊。哪是你来？阿母，你去等来。卡桑，
文秋，你哪来？又去？啊，你走去倒啦？啊，文秋等你等足久的呢。我就去找一个朋友啊。找什么朋友？陈明义啊。阿姨啊，你回来哦？啊，你去见伊创啥啦？我刚应该邀去单独讲几句话。好啊好，您好我讲吼。你跟陈明义是约好的？无啊，阿肥跟我讲，伊回来，阮才见面啊。就安尼。我甲伊是朋友，虽然讲伊是惹一寡麻烦，不过我袂因为安尼就袂睬伊啊。尤其，我是认为讲，你若要甲伊见面，应该找我做伙去啊。啊，不过你要考律师啊，咧读册啊，而且我是半路才拄到阿肥的。好啊，无代志啊，是嘞啦，因为我一时找无你，我唔在乌白想，想讲你是甲谁出去？你是安怎要乌白想？你对我无信任哦？我无啊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而且我知影你无骗我，因为头拄啊，我伫外口有看到阿肥啊。啊！你明明都看到啊！你认为我甲你骗是毋 ？Yuki，Yuki，Yuki， 你听我讲啦 ，Yuki，Yuki。你开门啊！我这点咪挑够伊啊！尤其啊，开门啊！伊唔知是安怎，啊无文昌你先回去，我甲伊讲讲的啦。也唔过，你听阿姆的话，伊若心内硬起来吼，啊，啥人讲话伊就无爱听啦。你先回去啦吼。那恁就麻烦你啊，尤其。我真正不是故意的啦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会再来找你哦。顺件吼，尤其啊，开门啦。啊，你是甲文清不是安怎？无安怎啊？啊！你今日去甲阿爷见面创啥？啊，这个囡仔有问题呢。啊，无哪会了代志，你走咯。伊无问题，伊是为着朋友才安尼做。什么为着朋友？迄我听无啦。啊，查某囡仔人哦，若要结婚之前，拢想足侪代志的。啊，我看文昌对你是真心的，你莫想遐侪啦，吼。啊，不过卡啥，我心内。就感觉足复杂的。咱就早起看看怎嘛？你对我有啥物感觉？我对你的感觉就是哦。就是啥？就是憨啊。憨？我憨？你阁无憨啊？你害伊那求家呢？啊！你搁咧不要反抗诶！我有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我之前对尤其做过啥？安尼敢有够？别人替伊讲话啊？那有啥物法度？好过就是介意啊！免着急啦，你若是我当作朋友哦，咱就豆豆仔做伙想办法啦。有啥物办法通好想？你拢要结婚啊？办法是人想出来啦，够好啊！好啦，你先入去。哎，实在你敢那真正袂歹，我袂感觉足孤单。多谢你安尼讲。来。去食你个弟弟啊！咱总爱有些人过啊。你吃饱未？
我吃饱。今仔日哦，有一个朋友叫海哥哦，卡过个电话来。恁大家即马甲我讲，真重要吗？好啦。海哥，是，谢谢哦。恁朋友跟你讲啥？到时阵你就知影。我就要离开了啦，我来想要给说多声的。说多声？自细汉，我爸母就过身啊，多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。这有什么好说多谢的啦？你嘛同款啊，我细汉的时阵，被阿母抓回去，你嘛是来给我看，搁替我挂嘴。对啦，我阁会记啦，迄个时阵哦，我阁泼你水呢，你阁生气。尤其啊，你细汉时阵哦，真正就爱生气的。迄是你爱了我生气啊。可能真正是安尼啦。这样子年来，咱就一直安尼，你对我生气，我对你生气。啊！不过即摆想起来，细汉时阵安尼，感觉阁真好。你会当然想啊，我了感觉一切拢真有价值啦。好啦。我要来走啊！玉琪，我真正要走啊！好啊。最近扫到足厉害呢，差不多啦，安尼。小妹哥，
你来吃吧。我做这行的，有你的同事，也好有你的囡仔。是啦，大家拢讲你死啊，我足艰苦，也毋过我毋相信你会自杀，我一直伫找，我一直等甲你倒上过身，也是无看到你出现，我才真正当作你死啊。出来的变化，逼不得已，只好沉默。你敢真正找过我？我真正找过你，我的心内一直无法度将你放过你。阿叔。假使迄个时阵，你若找到我，你敢会把过去的代志拢放袂记？你敢会找我？我唔知影，凡事我会将你的过去放袂记。但不，我相信你会。啊，那无，你都袂等我，你都袂找我。阿娘，原来我问你，你今晚看到我，你知影我搁活着，你今夜会想要找我？阿娇，你不是讲陈老板伊即间就要带你？他被打死了，我为着你好人好事的，我嘛需要一个互人尊敬的身份，所以我就打算去，我就打算去香港。好久不见，情况，你妈是不是吵？阿哥，我的心内都感到无力了。我嘛是同款，我的心嘛敢若有你，阿娇。咱上喜欢的所在，你已经捌讲过，咱将来会带咱的囡仔来遮佚佗，来遮耍耍，你敢还过会记？当然记，阿吉，咱过去所讲过每一句话，我拢深深藏在心肝里。阿妹，咱也是会当继续做伙啊，也是会当像像进前共款。啊，你落去掠鱼啊，烘给我吃。阿娘，咱也是有机会会当做伙啊。两个我已经娶过。
毛巾啊，都将伊看到。我不要紧，我爱当做事。阿克，你阿良，我知影，我若转去了，村内所有的人拢会对我提起嘱咐。阿哥，我只好会当跟你做伙。我什么都会当进来，我会用的，我会用的。杨哥，阿你莫呀，你免烦恼，我会跟伊讲，我无爱冥婚，我会跟伊讲，我是来跟伊斗三工的，我跟伊斗三工带囡仔，啊分担一切的家内事，我袂跟伊吵。我袂甲伊笑，只要会当给我踮在你的身躯边，我啥物拢会用来计较。阿乔，本来这么好运，我过去安尼伤害你，你怎可能对我？我嘛不知呀，感谢你啦。我一直想要甲你放袂记，我了当我想讲，我嘛想，都会当过着我要爱的平静的日子。啊，我看到你了，我知影我唔若无成功，你这失败阁真凄惨。娘啊！我留在你的身躯边好无啦？阿亮，你讲话啊！阿Q，是的，你又搁拒绝我，阿良啊，你是因为你太太唔答应，还是你无法度把我的过去放袂记？阿乔，你们别我回答，我真正，我真正不知道要怎回答。我想，我知道你的答案。老板跟怎样？你去过来吗？你问这个创啥？他是讲伊若不知影，就莫会知。我知影你的答案。请你原谅，其实我早就无计，也不过我的病，你敢知影这个法庭，被告甲原告拢有权利讲话，安尼案件毋才办。你伫无爱让我知影，我到底是倒位做？你敢真正想要知影原因？当然。
我感觉在你的心内，还阁是一直对我手过拿卡是真有意见。我无啊。那呢，我袂入门，我两个阿兄就去领导要求这要求那，你敢一点感觉拢无？尤其，阮爸是生理人，伊伫想要对伊个故乡有一挂贡献，去病院是想要做个代志。也毋过恁大兄若是乌白开价，点啊讲价，阮爸嘛袂答应。是嘞，我讲个较直接，请你莫生气。同款的，恁二兄若是爱阮爸支援伊创业，阮爸嘛是会评估，袂因为你的关系就凊彩答应。尤其，其实我真欢喜你有安尼的想法。虽然讲你唱过那卡戏，也毋过你的观念是真正确的。咱即马，甲代志拢讲个清楚啊。假使以后你若是对我阁有啥物意见，你就一定跟我讲，好不好？是安怎样？我会好好考虑一下。考虑啥？考虑结婚的代志。啥？我感觉，咱阁足侪代志需要了解，安尼对你甲对我拢好。迄、那个社区吼，实在够奇怪，一直想要和咱合作哦。啊，即摆我嘛答应啊。嘿，伊煞敲电话来讲，多谢咱的好意啦。唉，伊继续甲你合作。是啊。伊是安怎要做甲遮尔多？安怎啦？无你先念者。无啥物啦，我是讲，啊，既然人拢拒绝啦。咱是阁会当安怎？安尼就麻烦了啦。大哥，嗯，啊，你之前有讲过，等我点头了，你就会娶我。今嘛这句话，敢也阁有准则？哈哈哈！当然啦、啊。安怎哟？无安尼啦，咱找一个时间，咱甲手续办办嘞，好不？我遵守就好啦。海的风吹着你送予阮的衫。喂，凯哥，是，谢谢哦。阿爸，代志拢解决了，你应该放心吧。阿相大，歹势啊！
啊，阮哦，之前拢误会你啊，啊，因为你去土龙了后，互人洗面啊，啊，阮哦，真正拢真细心啊，但是哦，今仔证明啊，你真正是捌杀大个好囝。对啦，兄弟讲了对啦，阿建杰，我袂烦阿爸死爸的。阿新大个啊！阿新大个啊！恭喜啊！哎呀，这是要送啥？我来甲大家斗欢喜一下啊！啊，你几个人去做？我头脑。吼，你这死鬼，我大件啦！你敢来哦？啊，这误会啦，你误会。该好出去。哎，好出去。谁？有话好我讲。行啊，新大爷，行啊！我想要对你啦。我为我们这行啊，上有价值，都大好。尤其你看，这卡啥物做好你的？啊，你也甲文昌吼，身份的时阵通好用。我无想要结婚啊！哎呦，啊，查某囡仔人爱戆戆，我见真幸福，唔通想伤多哦。我唔是想伤多，我是无想要互尴尬，因为咱老家是想要稳兄弟就是。是啊，你是咧讲啥？你搁是变声棒啊？你搞听好清楚，因家也好呀着，文昌哥是孤囝，你若要好我爸啊，我哎，妈子，你咧创啥啦？是卡上在安慰你啦，啊无大兄的病，我的事业早就拢有啊，怪当阿即马。你知影我伫外口受偌侪气无？阮大个偌歹风台，你知影无啊？你若歹嫁哦，你甲我试看卖。要嫁不嫁是我的代志，啥物人无得交变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有话好好讲啊，我不准你安尼哦。Yuki， 你若无想要嫁，卡上袂逼你啦。阿哥，遐尼好的姻缘，你若放弃，敢袂感觉可惜？已经遐大汉啦，啊，穿这撮衫，遐尼水着。想袂到，恁道上甲你抱转来时阵，还阁足细汉呢。时间过了足紧呢，虽然变遐大汉，遐尼水。今日要订婚，卡上写就唔甘的。卡桑，卖艰苦啦。好，卡桑卖艰苦，今日好日子，爱欢喜。好。等文昌婚礼来办煞，煞落来，顿我咱闹。你袂后悔？袂啦。爸，阿阿姨，阿龙准备好啊？嗯，请你过来。哈哈哈！缘投，阿秀珠嘞？我无招伊做伙去啦。啊？伊进前安尼乱，我今日去人来厝内底，伊隔壁厝人看。这，飞啦！秀珠。阿爸是累啦，这两天我有认真咧反省哦，我实在是真唔捌代志。你要送我去日本读书，是为了我好啊。这款的机会，别人先生就袂赴啊。我虽然你唔知影好歹，头壳唔知咧想啥。小祖，爸爸今麦听你安尼讲吼，实在是爽欢喜的。哥。是的啦，我已经想清楚啊，感情这种代志是袂当勉强的。你一直把我当作亲生的小妹来疼惜，我煞丢你，真是的。
你放心，尤其以后就是我的好大嫂，我一定会把一个做小姑应该做的本分做好。秀珠，你有新婚改，够真欢喜，安尼真好。阿曼英，是的，我知影我性格真歹，我以后会甲你尊重。尤其爱入门啊，阿爸一定甲你娶，对吧？以后你就是我后母，我一定会好好甲你尊敬。阿爸讲家好万事兴，我愈想愈有道理，过去想唔对。今嘛，我伫只向你回去咧。好啊，无代志啊。哎，各位乡亲，各位士大，欢迎大家半价光临来参拜我后生陈文昌，啊，佮有罗家千金两个人订婚典礼。今嘛，请大家把杯仔捧起来，我来敬大家。粗茶便饭，大家莫见怪哈。招待不少所在，也请大家多多包涵。但是烧酒已经传好者啊，大家饮汤哈，祝您饮。好，来，敬大家。阿伯，较等下哦，我介绍几个病院教授，互你认识啦。好。免紧免紧，等土地找着，咱再搁讲。哦，来来来，啊，菜拢起来啊，大家尽量。啊，免客气，来来来来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等等，坐好坐好。来，高雄金啊，金龙金龙来向大家敬酒。感谢大家播下功名哦，多谢多谢多谢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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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谢多谢。陈啊，终于哦，哦，你今仔日哦，人台真济呢，啊，这菜哦，吼，啊，煮啊真澎湃呢，是有到赞的啦。多谢多谢，你唔敢嫌啦。啊，恁有气吼，结婚了敢要搁唱歌？阿姐。尤其今晚无要唱歌啊！哦，伊哦唱歌唱好尼好啦，啊，阮以前嘛即部哦，即部真济啦，啊，无出来唱歌哦，欸，是毋是真可惜？恁讲对唔对啦？对啦，对啦，是啦是啦，多谢你的照顾，好，多谢。啊，即部是予伊偌济？刚刚有陪恁大家饮酒。阿姐，多谢恁过去对尤其的照顾，阮伫遮敬恁一杯。好，来来来，甲敬一下吼！来来来，讲讲讲。OK， 你有。哎呦，再久无看，坐倒。有啥？你有，感谢吼！高永进，新郎新娘来向大家敬酒啊！感谢，得半家公平。来，多谢。尤其恭喜哦！多谢你吼，邀请我来。这是应该啊，自细汉到大汉，你才会照顾我，多谢你。啊，不过真可惜，无阿伯兰的消息，啊，若无吼，伊若知影嘛，一定足欢喜的。阿伯兰今日若滴的吼，大家都有福气啊，听尤其唱歌啦，对不？阿姐，尤其马上是我的太太啊，伊袂阁唱歌啊。对啦，六三，你若要听唱歌，等来阮店的啦。阮有来一团足够唱歌，包你满意。哎呦，无人唱歌比尤其较好听啦。文昌，你唔知影，尤其是外青的呢。欺负尤其，马子祥，你是创啥？你不可能尤其用欺负哦。你对第二无害是无？这个啦。大家有想要听尤其唱歌吗？好，今仔日哦，予大家欢喜啊！尤其唱歌，
这部哦，我发500。唱歌。拜托，你唔通入去，你若入去，尤其幸福的拢无去。我头拄也讲过啊，尤其袂阁唱歌。啊？无够啊？好好。我拜托你紧走啦，好不？计好啊啦，敢只只能幸福？我无法度看到尤其对你一世人艰苦，你紧走好不？多谢你。我阁加发500。安尼好不？你卖想超过。幼尚啊，我看哦，你啉伤济啊啦，啊今仔日这个场面，你都卖甲这个少年辈滚春球啊。哈哈哈！哈，讲生笑吼，我无讲生笑啦，我阁加1000啦。哎呀，安尼啦，六三。安尼有够无？敢若是手拿卡死的人，有啥物通去嚣摆？啊，无你讲偌济嘛，我拢付得起啦。安尼你足够做人的啦！出去，真无欢迎你。Yuki。做这个代志，莫想遐多啦，吼。袂啦，卡桑，啊你慢慢想想侪啦。尤其啊，既然吼你甲文昌已经订婚啊，大兄你开病院的代志，你都要三不五时啊去检点一下，知影无？是啦是啦，你搁是咧？今仔日吼六三的面子哦。拢下了了啦！迄块地吼，我看无希望啊啦。啊这，哎呦，袂啦，莫烦恼啦。今日吼实在遐侪好野人，咱凊彩问问嘛有地通买。你是咧烦恼哩？这件代志吼，行较紧。这婚若结落吼，咱有去就是蒋家的人啦。我保证吼，伊一定会甲咱拖啦。太子啊，啊你咧讲啥啦？你莫阁予尤其压力好无？卡啥？我呢就到底是为着啥？是为着纪念杜尚呢？是为着兴旺咱罗家呢？敢毋是？你好啦，卡桑，大阿弟啊，我知影啦，我会甲因提醒。嘿，你爱尽力呢，你莫家己哦，啊过好日子哦，就甲咱罗家的人拢放咧遮啦。你莫袂记个啊！当初是杜尚甲你救啊，啊若无？我知啦，我知影，若毋是杜尚甲卡桑，我就无今仔日啦。我定一日。好啦，你若安尼讲吼，我就放心啊。阁有我，你莫袂记个。哎，病院若去吼，我袂晓共开刀，啊袂晓共看病啊，我会当创啦。啊，找生理互我做啊，爱记啊。好啦好啦，出出去出出去。哎，阿姨，社会是溜溜秋秋，我跟你讲。去啊，莫跟伊听啦。阿姨啊，啊，拄则恁大兄尼遐讲的遐话吼，莫甲听。实在是吼，啊，你看在杜尚的面子，莫甲伊计较。
随着我囡仔房间的声音这款啦。听细声啦，你搞阮倒来查看。啊，你即摆决定要安怎？你感觉我安尼做感情才好？你要听我的去做，都无唔对啊！可你爱我做的代志，是一条人命呢。敢讲你愿意出国去读册？我无爱。是啊，你的心内根本就知影你爱啥物货啦。刷刷去啦！哎，当初我无讲，阿奶无当初想哦，我骗你的。啊，我唔是这意思啦。你要听我的去做就无唔对啊，我袂害你的。敢真正？像。这是尤其吼未来的大家啦。你足参详我熟悉一个人呢，你认唔到人啊啦？伊是阿 Q。小周，你咧甲谁讲话？可能有听到其他的人声。可能是拉酒的声啦。你晓得？阿 Q 去死啊！因为日本兵啊骗去南洋，骗去陪迄日本军人呐。你晓得？已经着实开始，无可能这么简单就互人打败。这件代志，咱爹替伊收好掉，阿来真正是一个好人。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真好，安尼就进行后一个计划啊。刘健，今仔日是安怎？别讲了，唔紧走。你真正害我出事不会，婚书取消。因为你无爱丢我，我不想要安尼着让人看出尴尬。想你，不是你，莫阁想你，不是你。